先前曾经短暂测试过的手机游戏《汤姆克兰西：精英特工》在 Ubisoft Forward 直播中终于公开上市日期喽！这是一款集合了汤姆克兰西作品世界中角色的策略游戏，玩家将能够召集《全境封锁》《红彩六号》《纵横谍海》等作品的角色们，一同对抗邪恶势力。像是 Montania 可以用大盾阻挡攻击，山姆费雪可以使出精准的消音暗杀等等，玩家将能够利用他们在原作中的那些招牌技能，帅气的解决敌人。游戏预计在8月27日就会正式上市，有兴趣的玩家现在就可以先到双平台抢先注册喽。